庆祝中华民国建国60年推行文艺剧活动的大陆地方戏剧观摩联合公演，是从今天晚上7:30钟起在台北市空军新生社介寿堂举行。今天晚上是由中兴川剧社演出川剧，戏码有洋河堂和长生殿等四出，四川戏的做工身段都很细腻，戏剧的结构也很严谨。今天晚上的表演使1000多名观众不断的喝彩，其他地方的戏剧将从明天到22号之间每天晚上录。